我要甲你好，我要甲你好，我要爱你，我不爱爱你，我要食饭，我要食面，我要去，我唔去，老三你即摆咧创啥？就是有一挂人家己要做决定，未晓决定个咯，慢一日回来叫回体决定，我才叫拍败去。我咱细汉就是安尼，我要甲你好，我不爱甲你好，我要甲你好，我甲你好，要到最后好决定啊。像样，我讲实在，咱的文化吼，根本都无教咱要哪做决定。所以咱普遍，咱意志拢足无坚定。所以今日老师要讲的，就是意志坚定向前行，坚定嘛，啊，决定都决定落去啊嘛。所有有成就的人，拢是勇敢敢决定的人。哦，啊，念咩呢？念咩呢？啊，变来变去。迄足歹斗阵诶，所以今日个经文讲啊，讲你诶心怀异意，就是讲你诶心中毋是有一个意思，是两个意思，惨啊！哦，讲你若心中是两个想法，他妈咧走来走去，刷来刷去，啊，你诶人生会过较足辛苦。讲亲像形容讲亲啥物，亲像海中诶波影，风吹咧也着起影，袂平静啦。啊，什么人心中有两个意思？啊，就是足侪查某囡仔心中两个意思啊。我到底要嫁予这个，还是要嫁予迄个？嫁予这个较好嫁，嫁予迄个较体贴啊。我是要安怎？啊，就伫遐咧开始咧，一直咧丢毒啦。你讲会快活无？绝对袂啦。哦，所以你心中若有两个人，迄足痛苦的代志。啊，若一个查甫人嘛是讲啊，我到底应该爱这个，还是爱迄、那个？哦，这个是温柔体贴，佮会佮细奶。这个能力较强，会当佮倒款出来。嘿，后盖将来佮帮忙事业，但吼，啊，乃当传两个就好啊啦。是毋是足侪人查甫人拢喜欢呢？两个，上好200个嘞，两个敢有够？两个无够啦。上好一个陪你去佚佗啦，哦，一个陪你去上班啦，啊，一个佮你款出来啦，对不？啊，上好就是讲拢总专业分工啦，欸所以不怪古早皇帝吼，拢唔呐娶一个，拢娶足济个，因为皇帝需要真复杂，一个太太吼，无法度解决伊个问题，都爱过落千个，才会当解决伊个问题。我咧讲，咱人个心就是真正足悲哀啦。所以你个心若袂坚定，你个心若家己买啥物你都唔知，你阁去买偌济，你阁拥有偌济物件。其实你的心也是要很空虚的，所以今天经文跟我们讲的就是说意志坚定，意志坚定，拜托拜托拜托，不要想想到底要走左边还是要走正边，是要去还是不去，要吃饭还是要吃面，要做还是不做，你用很多时间在那里丢毒，那是一个很痛苦的一个事情。有一种个性的人，他现在决定了，决定下去了，通常就又后悔了，咩啦？早知我都应该安怎安怎安怎，这个话就搁出来啊！早知就好嘢，早知都无可能早知嘛。人生就是做决定向前行嘛，就这简单尔嘛。决定都莫后悔嘛。你若决定搁后悔，后悔也无较早都决定落去啊，代志都发生啊。啊，你若一直咧后悔，一直咧后悔，只不过打击你的信心，和你以后面对更加复杂的问题，面对更加大的困扰的时阵。你更加无能力来面对人生，你若过到这种的程度，无人会当甲你斗三工，无人会当解决你的问题。最简单讲啊，人生就是勇敢做选择。你要啥物？算落，卖后悔哦，拢卖后悔，行就对啊。这是一个非常要紧的一个品格。所以，如果若一个人活在这个世间，你若是一个真坚定、真勇敢的一个心志，你若当对你所有做决定的时候认真做，但是若决定啊，决定就决定啊，都安尼行就对啊，安尼你这个人成功的机会比别人一定较高，因为人生逐天在选择，人生就是常常咱也必须要知影讲，我即马做这个决定了，我不断往前行。另外一种人，伊做决定了，不断回头看，哦，一直回头，哈、啊，哎呦，迄阵应该行另外一条就较好啊，吼、哦，
你吃碗来看碗我，啊，你就行这条路，就行这条路啊，就搁底下咧讲出个有诶无？听你会神未？足神诶，足神诶！哦，啊，要知我就卖介意，啊，要知我就拢卖读商科，我应该读电脑，啊，要知我以前应该安怎安怎，拢咧讲废话啦。啊，谁有种人？谁啊？种人足歹做决定，你知道？咱简单讲吼，迄叫做完美主义、完美主义。完美主义就是讲，伊五万伊做决定，拢是一百分的决定。来，亲爱的朋友，我先问你，世间有一百分的决定无？你甲我讲，有无？无。世间无一百分的决定。你即马做一个决定了，可能你做这个决定了后，明仔载是好，但是你阁过十年后回头来看，这个决定敢一定是好？其实你就歹讲诶。好、哦，所以我一直咧强调，人生是几千、几亿、几万的决定组合起来。你要讲我其中多一个决定做了唔对，你袂当安尼讲，因为迄种牵做伙，对吧？迄种牵做伙嘛。啊，你讲啊，我迄阵就是决定嫁这人嫁唔对去，其实唔是，因为你的决定嫁这个人，可能就是迄阵你伫学校的时阵，无好法学到人际关系，你无好法学到男女关系，所以你其实唔是迄个决定唔对，是你当时高中读唔对学校。你若高中读另外一间学校，讲不定拄到一个好老师，这个老师讲不定真成功来教育你良性教育，你就知影变啊教一个男一个女交往。因为迄个好老师读到一间好高中，所以后来你的婚姻就会幸福，对不？嘛袂使安尼讲，因为你会去，你无读到迄间高中的原因，就是你国小的时阵，恁老母共搬厝，所以你对高雄搬来到台北。搬厝了后，让你失去迄个机会去拄到迄个老师。你阵当时你若卖搬厝，哦，你老母若卖搬厝，你的人生就会变作一个更加好的人生啊！亲爱朋友，一个人啊，读到吼，你想代志拢用这种方式来想，你会痛苦无？你挡会掉无？我挡袂掉，挡袂掉。你若要安尼讲啦，你最后你过去你就卖来世间好啊！因为自从你来到世间了后，你每一个决定，或者是你爸母的决定，迄种牵动着你以后的后来发生的代志嘛。所以你袂当后来跟他讲我结婚的代志，你现在结婚的娶这个嫁这个，可能讲啊，其实这是阮爸的意见。啊，恁爸敢无跟他强迫？伊无跟他强迫，但是阮爸自细汉就跟他教，咱嫁就爱嫁这款的，嫁这个有保障的，咱娶就爱娶这款的，娶这个会当娶出门水的。所以你要娶什么人，嫁什么人，是不是你自细汉就给恁爸影响到啊？所以你婚姻失败到底什么人责任？啊，唔就恁爸的责任。啊，所以你根本问题唔是你娶唔到，安嫁唔到啵？啊，唔是啊。娶唔到某，嫁唔到翁，唔是啊。问题可能是你根本都生唔到所在，你若换一个老爸较紧啊。这种态度，人生的幸福，我则唔相信。因为你只敢在咧找借口嘛，啊，你的人生明明就是安尼，你都无法度接受嘛。你都无法度接受讲人生，咱就是一直在选择，啊，咱人生就是要一直往前行。你莫阁看，迄过就过啊，唔对就唔对啊，莫阁想啊，你加想加艰苦的嘛。这个人不一样，哦，你的人生一片混乱，一塌糊涂啦。过去跟现在你也难做伙，好的跟歹的你也难做伙，对的不对的你也难做伙，无关系你也难做伙。这个人生袂快活，亲爱朋友，请你爱记哩，圣经甲咱讲的，哦，意志坚定，向前行，就行了就对啊。当你会当考虑时，考虑我清楚。但是呐，一旦决定做落去，行啊行就行，哦，行就敢那讲，亲像大船已经入海，已经出港口，出去就出去啊，无可能讲只船只大只，得个回头倒转来，无啥可能啊，出去就出去啊。你也坐飞轮机，你讲啊，我无想要去，飞轮机呐飞咧，干嘛当个迄个空中小姐讲，欸，小姐，我真无想要去啊呢，你即班飞轮机要飞美国的吼，我想想咧吼。哦，美国实在是坐一抓路坐到这么远，啊，美国讲起人讲英文我也听无，我感觉我回去好了啦，我无想要去啊呢，敢袂使？你叫伊空中小姐讲通知啦，哦，叫伊问讲吼，迄三分钟机，讲啊，都咱拄起飞尔嘛，对不？啊，都叫伊坐翻头吼，讲安尼降落一下，我落分钟机啦，恁家己飞就好啊啦，有可能吗？亲爱朋友，无可能，无可能，那分钟机飞出去都是飞出去啊，哦。当你护照摕摕的机票，予伊已经入去分轮机的时阵，你要阁出轮机的几率都已经真低啊！
啊，那无人机飞起来了，你要搁叫无人机落来，我唔敢讲无机会。哦，有机会，啥物机会？我讲一个阮朋友的经验。阮朋友就是安那，伊有心。哦，结果呢，在无人机顶的时阵讲啊，哦，干那要生啊，迄无人机拄飞了，飞偌久哦？哦，足艰苦诶，我无法度啊。转无人机转去飞倒当来。飞倒当来，让伊怎落无人机？你敢知影飞偌济钱？啊！你敢知影讲？你叫伊只无人机飞出去，叫伊去当下顶飞，迄条啊飞上迄条无人机公司偌济钱？你知无？你开玩笑？人生就是安尼，哦，行就行，都飞出去就飞出去啊！你莫搁伫遐想东想西，都甲挂落去就对啦。真是人袂晓做决定，讲但是吼，我都唔知影要怎决定呢。我跟你讲啦，那真正这件代志吼，是咱来讲，比如讲50-50啦，100分来讲啦吼，我做这个决定，我嫁这个娶这个，还是讲我今日要出国唔出国，我今日要嫁，还是我规矩我卖结婚，我是要生囝唔生，所有这任何决定啦，咱大家拢有读书人，大家唔是瘾头，你该做什么选择，你也唔知，你应该自己知。啊，你若讲我就是。唔知啊，都我都感觉我差不多一半一半，迄几率差不多一半一半。何你足为难呢？何你足痛苦？一定是惊这个有伊好有伊歹，惊迄个嘛有伊好有伊歹。啊，两个提起来亲，倒一个靠，倒一个靠歹，亲起来佫差不多平当，啊，唔才会歹决定。你若亲起来了，你评估过后，你若想清楚讲，其实哦，惊这条路是较好行，惊这条路对我较好。你若想清楚，你就早就行嘛。现在你来讲，我无法度决定，我唔知影要哪决定。当一个人讲我唔知影要哪决定的时阵，心怀两意的时阵，其实就是代表讲两条路差不多，差不多啦。迄叫做无输赢啦。就意思讲，你行这条路有伊好有伊歹，行这条路嘛有伊好有伊歹。啊，倒一条路较好，两条路提起来亲的，佫差不多。安尼代表啥物？代表讲拢会使。代表讲已经唔是好歹啊。代表讲你即马爱决定。迄、那个权利已经交你啊，两条路拢同款，哦，拢同款，看你要倒一条，随在你你家己来决定，因为这是你的人生，你就甲挂落去就对啊。所以咱简单讲，就是你要练习做决定。人活在世间，你要练习爱做决定。所以一个人伊若讲我拢做袂晓决定的哦，一定是你主事人拢你爸母替你决定。迄若一个人主事人就拢家己决定，伊断了伊袂遮痛苦。伊绝对袂遮痛苦，伊要做一个决定时，哪会安尼遮尔啊丢毒，啊个想东想西，迄就是完美主义嘛。完美主义就是讲，我要做一个上好的决定。这个决定吼，敢那有好无歹，七内边有世间无这种决定啦。任何决定拢是有好还哪有歹啦，是好占偌济占几趴，歹占几趴，是安尼尔尔啦。世间无存在对了，敢那有好无歹这种决定根本都无存在，请你死这条心，所以勇敢挂落去。该决定就甲决落去，莫想遮济。哦，啊，你若讲我唔袂晓决定，你会当请教别人讲，借问恁安怎决定？但是莫叫别人替你决定哦。好，有个人安尼来甲我问问咧，讲安尼吼，我咱讲建议啦，我分析互你听。分析咧来讲，吼安尼吼，好啦，啊无我照你的意思。哎、欸，拜托个，啥物照我的意思？即嘛是你的人生，啥物照我的意思？你家己要安怎决定？你到底在啥物照我的意思？啊，有个人就是安尼，伊唔敢为伊人生负责任，伊即摆甲你请教，请教了后，伊家己做一个决定，是教伊家己如何讲，啊，到迄阵老三甲我讲，我就照伊的方式去做，唔则偌对我遮来，迄就叫做唔敢为家己的人生负责，迄叫做心怀二意，好、哦，都意志坚定向前行。你即摆请教我，请教了最后做决定啊，啥物人？是你家己，请你勇敢讲，这就是我的决定。你莫讲迄我老三的决定，迄我啥物人的决定，啊，我啥物人的决定？啊，有人都足无负责任，拢责任拢送互别人。啊，伊决定诶，也毋是我啦。嘿，这是你诶人生呢，哪会遮尔也毋敢决定呢？可能我只有一句话，好，做亲爱的朋友，毋通过这种人生。好，下分钟咧，等下了，咱继续回答。来欢迎回来聊什么节目吼？咱这是要解决什么问题？咱要解决一个问题，就是现状有足多人，伊唔敢为伊的人生做决定。
愈重大决定，伊愈唔敢。为什么？伊惊，惊啥？惊伊做唔到决定。啊，谁会惊？因为自细汉到大汉，无机会互伊练习啊。自足细汉的时候，你都无互伊练习。所以较大汉，雄雄叫伊要为伊决定人生足重要的代志，要娶倒一个，嫁倒一个。伊当然嘛惊，压力当然嘛大。伊都袂习惯决定，因为自细汉拢别人替伊决定啊嘛。所以一个人谁啊，伊也唔敢决定。因为伊无法度确定倒一个决定才是上好的决定。来，即马要讲到这重点哦。什么叫做上好的决定？你要未决定进前，有可能有一个较好的决定，会当互你去想。你讲我应即马想要行这条路，是行迄条路？即马应该要安怎吼？我想看麦。迄时阵你会去比较倒一个好，倒一个歹。但是一旦你好啊，我决定啊，决定落去就无好甲歹啊。啊！我都已经决定啊！你都已经决定啊！你阁甲伊讲白，你是要叫伊要安怎？你唔着伫还未决定之前，你先讲。你袂当讲人都已经决定啊！你即马甲伊讲安尼无好，敢会赴？通常袂赴。哦，敢有人讲接到朋友的贴啊？哈！伊要嫁这个哦？啊，唔通啦！我卡一个电话，你唔通嫁伊呢？这个无可靠呢？你即马讲要创啥？人贴啊拢放出去啊！你敢有把握？因为一句话，人婚礼取消，有可能吗？我看大概无可能啦。那种故事你讲我听，我毋捌听过这个故事。哦，佮像咧电影咧做诶，大都已经新郎新娘徛咧头前啊，牧师咧问啊，你敢愿意？雄雄足多，后壁一人冲出来，袂使，袂使，你袂当嫁伊，你是我诶，你绝对袂当嫁这个人。伊讲讲。我到即摆依然是爱你的，迄、那个女主角足感动的讲：“啊，你真正是爱我的。”好啦，那呢，我对你来去啊啦，吼、哦！所以两个人讲：“歹势，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，再亲戚朋友，歹势，我即摆决定我袂嫁啊，这个才真正爱我的，我要甲伊走啊。”迄电影咧做的啦，我跟你讲啦，人生咱家己问你家己啦，你敢敢做这种代志？你敢吗？你贴啊放出去，都啊拢办好势啊。大家拢请来伫个礼堂咧坐啊，结果你到最后你讲我无要嫁伊，你敢做种代志吗？我相信你唔敢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既然决定要嫁伊，就是决定啊嘛。你若无决定，你袂去放贴啊嘛。你若无决定，你袂去拍婚纱嘛。你若无决定，你袂去举办一场婚礼嘛。你既然动作做遮济啊，迄一路顶你要反悔机会真济嘛。你若讲我婚纱拍拍来讲，相片摕起来看。我感觉咱两个无速配呢，哦，我这年虽然嫁甲你这种啊，我不爱啊，我不爱搁嫁你啊，会使无？会使啊，会使，因为你还未结婚之前，你都你咧翕相的时阵，哦，你咧翕婚纱的时阵，你就当反悔，你卖嫁嘛。啊，无你讲，我当你去做饼的时阵，我做饼的时阵想想，讲我若嫁你种人，这年啊单身，我不爱嫁你，会使无？会使啊，迄阵我也有机会啊。一个人徛在咧等啊，迄头前经过遮济关卡。已经给你这么多次机会了，你都已经没反悔，那就代表你决定了嘛，决定了嘛，啊，决定就决定了，就已经决定了，你现在跟他说，你嫁这个歹，你说这要创啥，他都嫁了，不然是要怎样，对吧？所以，这个做法是不对的，你若要说，你事前说，人都已经，说得难听来说，青米煮成熟饭啊，人都已经要娶要嫁，都已经决定了，你现在跟他说一句说，这个人不可靠，你不就要破坏他的婚姻？你即马就一个制造一个画面，就是伊嫁伊，然后就你讲啊，这个人无可靠，我嫁了，我都爱较细腻嘞。世间有种婚姻哦，足大悲剧，是不是？我记这个嘞，即马大家应该有了解吼、哦。决定就决定啊，吼、哦，决定了你啊，尽力去往这个好的方向去想，尽力往这个好的方向去甲伊经营，吼、哦。所以决定落去了。简单讲，既然决定了哦，你若真正决定了哦，就无好甲歹啊。听话呗，这句话你来记哩，你人生足大一个帮衬。既然决定了，就没有好跟坏了。决定就决定啊，决定落去就无好甲歹啊。你讲决定还还搁咧想，你就是咧自找麻烦，你就是咧制造你家己甲别人的痛苦。就这简单的一个道理，决落就决落啊。学习接受你自己的决定哦，你的人生才会快乐。好嘞，后一集要讲什么呢？来，后一集要跟大家分享的吼，就是讲啊，世间就是安尼啦，
就是无圆满啦。有当看到歹人来过个遮好日啦，啊好人来遮艰苦啦，足些代志你看袂清啦。哦，所以我讲吼、哦，看较开咧啦。世间真短暂，咱来世间就是一个旅程，咱来世间就是一个学习。哦，你若看愈开啊，你的心就愈清啦。虽然心的落落，就是你家己看袂开啦，太执着了啦。哦，熬计较啦。哦，所以来后一集呢，甲大家做伙来分享。哦，看好开，心就清；看愈开，心就愈清。后一集继续收看。六块一，十两八，十两八，六块一。陆凯，嘿，阿娜，十两八，这有一个吼，我有一个特惠，有一个特惠，特惠，嘿，我想，特惠是，你要怎啊，请出来叫我来看麦，特惠是啥？特卖会哟，还是在卖啥？拜托的，那这么百货公司咧拍折跳，人这是教会的报纸，人教会就是讲有一个特别的聚会叫做特惠，这种特别的聚会。像阮这款的人，开始创啥？我像阮这款的人，平常时啊，阮教会做礼拜，阮也无一定讲逐摆参加这种特别的聚会。但是呢，像你这款铁齿的人，哦，阮就拢邀请你参加这种特别的聚会。嗯，尤其像这场哇，叫做医治的特会，医治现场，现场有一寡病人，伊得着医治，互你现场咱看到，你总无一天敢唔讲要看到哦？最好的机会，我想这个机会讲我听。恁阿妹呢？还在地边哦。Hello。好啦，阿妮，我问你吼，这是拢会当看什么病呀？参照吼，我问你，那安尼看病以后，爱钱无？这都不是病医个，无你过去你扎针波卡去啊，拢唔免。拢免。拢唔免，完全拢是免费。啊，那讲亲像我吼，最近拢头壳涩涩叫吼，苦了拢往暗面爬起来，拢酸金条，要三无半条，这路敢有法度医？够有？那脚那安怎？敢有法度治疗？无，你这一般来讲，叫做脚，阮教会界上出名，上界常常看到，迄叫做长底脚。迄种讲你上脚揪出来，一个揪出来看，无变长，吼、哦，长底脚，哇，迄当医哦。长底脚等于有好，马上上。我问诶，是迄个长诶，甲揪入去，还是短诶，甲揪出来？通常短揪出来嘛，揪我坐啊咧。哦，短揪出来，安尼好，叫恁阿妹诶吼，甲我吼两只脚拢斗阵揪出来，揪二十公分就好。哦，揪二十公分。啊，够吼，我再有单眼皮，单眼皮吼，你甲我变，迄个变双眼皮。啊，够有吼，如果只后肢哦，有一支喙齿落去，你就甲我斗一支金诶喙齿，顶悬吼，甲我吸视力低，我嘛无意见啦。这我勉强你怎接受啦？陆凯，我感觉安尼可能咱谈话小可有误会去啊。嘿，我本来意思是讲，用这个聚会，唔忙讲你会当小可经验到。但是即卖你的意思，敢那亲像拢要来占便宜。真真正正人圣经里面讲，上帝伊是要爱咱的灵魂体拢永壮。哦，爱阮好，是爱咱好，但是哦。其实最主要是，让咱好起来有一个虔诚的心，迄、那个心较要紧。我看来看去哦，你这个态度唔对，我看变啦，咱也免去参加这個，你这动机就唔对起啊啦。好啦，阿婆安尼啦，你既然讲我信，我安尼无信你，我就未成就。阿婆安尼，你相信嘛？你那既然这信吼，阿婆安尼，你哦叫恁的阿妹呢哦，甲你祈祷了，看你头毛会当发出来无？啊？对啊。我唔免。我咧先做，我做领导啊！你都，我唔免，你都气气啦！我跟你讲，你叫你阿妹咧吼，将你头毛给你画出来了，我来庆祝，好，长出来，长出来，我来记得啊，我来记得啊，记得，我来庆祝，记得，庆祝，庆祝，画出来，庆祝，弄袂了就丢，丢啊！啊，画出来喂，你真笑喂。